Hello.地方这样用下去之后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把它尾巴，因为你的那个手，你不会，你手不可能吃嘛。对啊。勾出来，用掉。哇。然后完了之后，你尾巴这个地方，剪这个地方，你把它往上翻，拉出来，它的肠是不是就用掉了？对。胃跟肠都用掉了，所以它过敏的东西，你到后来你烤完了之后，你的头可不可以吃？可以。你可不可以吸它？可以。可以。好专业哦。全部都用掉了。这个地方这样用下去之后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把它尾巴，因为你的那个手，你不会，你手不可能吃嘛。对啊。勾出来，用掉。哇。然后完了之后，你尾巴这个地方，剪这个地方，你把它往上翻，拉出来，它的肠是不是就用掉了？对，胃跟肠都用掉了，所以它过敏的东西，你到后来你烤完了之后，你的头可不可以吃？可以。你可不可以吸它的汤？可以。好专业哦。全部都用掉了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